涂胜军，八磅骷髅不是郑凯文，第九磅是陈建宇，庄敬高职的这个 DH 叫涂红青，一模一样哦，字一模一样，三个字一模一样，所以今天是涂红青对郑凯文，郑凯文，惊喜。打击轮到的是郑凯文，郑凯文的第一打席是挨了触身球保送。这个时候的东石会不会发动速度战呢？就庄敬也在想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先做了牵制。一垒上是张志豪，没走，内角好球进垒。走了，这球打得很平，会是安打。这个安打先起跑的张子豪上到了三垒，这可以说是各方呢都配合到了。